解一下，还是要有一些东西，对吧？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？到那个地方去的话，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？我在想，要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是吧？首先肯定要去我们什么像盘古啊、河南郑州郁达啊、七哥所到过的一些，就是说所提到过的一些地方啊，哪怕就是说七哥的什么玉米地那个。玉帝的那一块啊，他的老家那一块啊，那一座山啊，他出生的那一座山啊，那个地方，我觉得都会想去啊，想去了解一下。但是同行肯定就是跟我们的战友们，对吧？那我老公也是战友了啊，还有家人啊，大家一起战友们，大家一起去。最后的话呢，还有就是说，再去游历其他的这山山水水的，再有七哥提到过的一些地方，对吧？最后我就觉得，那就可以再讲，就每年都可以说到在路上。我们有钱有闲，对吧？又有身体的状况，而且还有有趣的，就是伴侣们，对吧？一起走，这个。